相信呢，其实很多的歌迷朋友们今天来到了聊天室跟你互动，当然也会想听听看你的歌声，嗯，看是不是可以带来你的新的歌曲，嗯、对不对？好，我想说要不要来唱一首呢？要唱什么歌呢？我们来点播吗？点播，点播。哎呀，哎呀，你看大家这个好多好多人，哎呀，踊跃，有我看到啊，爱你们、嗯，爱你们。是，那你有没有想要哦告白好？受欢迎，嗯，还有空气人形，对、嗯，好，那你有哇跑跑跑跑跑跑，对呀、啊，跑不完了，这洗版是不是？这个我洗版了，洗版，那好难抉择哦，好，你自己想一下，嗯、还是来唱个一首两首，嗯、好，一首两首，哦、哎，请你决定，请工作人员决定，来一首一首一首，要唱什么？唱什么？哇，他很尊重我。哇，因为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很不会做决定的一个人哎、欸哦。我每次像吃什么，我都要工作人员说，拜托你讲一个，我都想。然后就说，可是我不知道你决定啊，我自己就会开始觉得很烦哎、欸，我自己就决定不来。嗯、对，就啊，好可爱、哦。告白是不是，告白喽。好。我看了一场电影，于是就计划一个人旅行，把沿路风光装进我的心里，打开地图等谁光临。我遇见路过蜻蜓，还一起等待飞过的流星，一路上不断和我自己熟悉，太现实的浪漫让我太下操心，就趁一切还都来得及，就让拥抱比 kiss 甜蜜，就像乱了脚步不会迷路，你就是这风景。好，副歌就要有互动，就嗯，这就卡了，先卡了。谢谢，哇，很棒耶，而且很甜。谢谢，我唱的有点快，嗯，因为我怕大家浪费大家时间，可能这样值回票价。耶、yeah, ，一整段，谢谢，对对，所以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开心。后面你会唱一只小雨伞吗？会，哇，因为之前那个百万大歌星有唱这首，嗯。那有网友想要听听看，你是会很好要现役吗？这个我就没有办法运用技巧唱歌了，这大家见外了。好，对，所以就算了，是不是？就是吼，浪浪浪，做阵也着一支小雨伞。露露多啊，这个我真的不能唱专业度哎、欸，真的不行。我们唱可爱度啊，没有关系、超可爱。告白台语版不要害我，太难了，真的我不会。小雨伞是这样唱完了。对，我那时候就是用一个大家有点要跌跌倒的。好，对，三句啦也不错、嗯，好吧，钢琴蛮标准的。嗯，对，说的时候呢，为了要感谢大家今天加入我们皮克邦的支持，嗯、是不是豆花妹呢？非常的傻逼鼠阿莎莉。嗯啊再唱一首歌哎，好对对好好对着镜头，那就唱《空气人形》副歌。嗯好，你退化成空气任性，只剩躯壳没有真心，幸福破碎成了星星，掉进我眼里，刺痛留下泪滴。讨厌抱着空气任性，只会提醒自己多孤寂，不能再逃避，想做出最坚强。这样的决定，却舍不得念了你。旁边有人在笑、欸，哎，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一个悲伤的歌，在那边笑。我觉得会打动大家的一个心情，对不对？就是一种感觉。嗯，好，非常动听的歌曲，谢谢，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豆花妹咯。今天也非常谢谢豆花妹来到我们的现场，耶、yeah, ！谢谢佩妍姐，谢谢，不客气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